给来份面费子，要一个10块钱的，给我切一份，谢谢。10块钱的，要一个，要一个，给我切一个。哎，对，给我切一个。好，这个是面费子，就是费里边放上的这个洗面筋的水，10块钱，给你们看看有多少啊？里边有费，刚才切的是面费子，这个是面筋儿，这是面筋是吧？好，再给切上羊肚，你看，全都是这种手工式，非常的过瘾啊！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十块啊，10块。这个是羊肠子，这个是羊肚头。哦，老板又给切了点什么？你看，哦，又羊喉管，你看多实在，这么一份辣椒，然后加上一点酱汁儿。哇塞，非常的有感觉啊，只要10块。好，再来上一点辣油，10块钱。吃吗？吃，谢谢。好嘞，非常的漂亮，你看多棒。10块钱的面费子，东西特别的多，有这个的这个肚头，这块是超棒。嗯，很脆，大蒜和辣椒的味道。哦，这个是米肠，羊的米肠，有米，有胡萝卜，嗯，糯糯的，不错，好吃。这个是羊肚，羊肚子，你看，老板说这个是羊肚子，这个是羊肚子啊，嗯，哇，这个面筋。肺、面、羊皮子，凉皮子，啥意思啊？肺子就肺，面肺子，面肺子，就面肺子。嗯，就是肺里边加了洗面筋的那个水，还有就是淀粉水啊。吃起来呢，里边就像它是肺的组织，但里边全是面。整个口感很不错，也不油腻，很清爽，这样一份。